啊，你讲出血性，哦，那个是出血性重吼。哎，你讲你的脚是。感觉无方便，提袂起来，袂振动，甲你着较紧去看急诊。啊，急诊叫你唔通啥物药啊，拢爱可以袂使食，嘿，教下伊，交给他。啊，需要他会给我出，不要自己全场出的药，不要自己出。好好。他就说降血压，我说降血压不用出，他说暂时不要出，你出了会再中风。哦，安尼。啊，他都交给他，他给我吃，试了一个礼拜，我恢复很快，我恢复很快。他说你有在运动，他说我在练外张功，真的恢复很快。哦，是那几天哦，我没有去泡水，那水喝的比较少。他说你没有喝水，缺水哈、哦，也会血液就比较浓稠。浓稠。就是很纤维啊，我很好运。那个医生说你运气很好、啊。哦，这样。哎，我一个礼拜我就完全恢复。哦，这样太棒太棒。对呀、啊。多谢多谢。哦，这是相当重要。好多人、啊。对对对，很好，谢谢你。好。